拍摄期间有没有哪个场景印象最深刻，可以剧透一下吗？就是预告片里面大家非常喜欢的那个画面，就是那个初学吻无言吻对，因为那个点子小透露一下，那个点子是我想的。对，我说当时走戏的时候我就说我说我马上说一句，我说我要哭了啊，然后你就过来捂住我的眼睛，然后我就希望我们这个话题就可以有一些讨论度吧。我们当时连话题的名字都想好了，半是米汤半是伤，蒙眼吻就觉得很好看，然后当时拍出来的画面也是把我们所有人在现场的人都惊到了，特别特别美，再加上那个升格的慢放的画面绝了。还有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那一天其实已经快要临近杀青了，我们其实大家所有人都特别特别舍不得。在拍那场戏之前我就问罗云熙罗老师，我说罗老师你要哭吗？他说我为什么要哭，不是你哭吗？结果这哥们儿啊，到后来两个人吻完了以后抱着我的时候，这哥们儿哭得稀里哗啦，但是好像没有剪进去正片，所以我现在应该也算一个小小的爆料吧，哭得稀里哗啦的。然后拍完我的特写翻过来拍他的时候，因为我是不能哭的嘛，我的角色，然后翻过来拍他拍不到我的脸的时候，我就在那疯狂的抖肩，因为我也在那哭，我真的觉得哎呀半团要结束了，我好伤心好舍不得，然后我又在那哭，然后这哥们儿感受到了我的颤抖的肩膀在哭以后，他哭得更凶了，眼泪哗哗的。花絮应该有，但是我不知道会不会放。反正那天感受就真的是非常非常舍不得，因为大家相处的真的是太好太好了，在米糖。对，所以那一场戏印象真的挺深刻的。女性的关系怎么样？我们组织的每个人 everybody 都很和谐。然后跟罗老师呢，可能我对他自身带有一些元帅的滤镜，我给他上了好层好层，好不是好层好层，好厚好厚的一层元帅的滤镜。对，有的时候也会玩闹啊，能跟我闹在一起的那种很闹腾的好朋友，就我高瀚宇、宵夜三个人，我们三个真的是闹腾鬼。